我这个能4-2到半斤吧，也就这样了。真的，你懂我意思？我这就坐马桶边上。车车的减肥日记不减肥。我是这减肥日记，每个我们周岩吃个饭吧。下面一直有人问我，你俩是不是关系不好？怎么可能？你说啥呢？拉不出来混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我跟谁是不用约的？黄俊、皮仔，他都不用约。这样一直跑来黄俊接待。你在青岛待了几天？待了4天。我看把贺弟也弄去了，是吧？贺弟对，很好的兄弟了。他自己跟我说他挺开心的，非常开心。我觉得弟弟最好的就是不拿劲儿。我说实话，绝大多数人不拿劲儿。你少点啊！我这个能4-2到半斤吧？也就这样，也就这样。饶命，金姐哥。少喝点，因为盖哥上脸。我不讲究这个事儿。盖哥上脸就不让发呀，上。怎么又说我兄弟、啊？其实今天录节目也没逮着说好好聊聊天啊。对，我今天录节目给我整的就是有2个跑嘛，挺分裂的。怎么讲？因为两个节目的调性不一样。那电工对决对你来说更轻松一点吧？对，当然，在那边呢，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学习唱歌。今天有几首歌都挺好的，戴佩妮，佩妮有一首。我用心捕捉流水，爱比不来，可悲天下。就跟极客有一首也说的问风吧？对啊。就是那是去年啊，对对，没有我串了啊，我就今天找他啊，咋的？我弟弟。怎么？我听说悠悠现在已经会说了。他在家里是没跟我说过，我没跟你学过是吧？他在家里对我十分冷淡，但是你去到我的地方，他非常的认得清楚。你们合作不高，反正你们合作不高，是价格。来看着说，他知道。那天我妈在我家，哎呀，我这孙子。怎么那么大一点？还早啊！我说有苗不愁炸吗？我妈说啥不愁炸，他都1岁半了，你半岁就跟他这么大。你弟弟，你觉得现在说唱圈出新人难吗？太难了，太难了。为什么？我们把说唱和商业演出分开来看，面对500人是个坎，面对1500人是个坎，面对10000人、10000人以上是另外一个。就是体育场是最后一个坎，所以老薛牛。老师太牛逼了，5万人打赏，自己硬控。我妈跟我说，你给我弄几个，我说行，你要几张？我妈要8张。我说学员给我来那个，没问题，几张？我说8张。学员说那个开票给你寄过去。谢谢老薛啊。所以你觉得核心的问题在现场？现在在现场，你没办法扛住这个事儿，你的气场。但是他们也会成长，对吧？当然有很多非常我喜欢的 rapper。说一个新人你喜欢的 ，Young Blood， 我喜欢的。老给我寄专辑，我第一次见他真人。我说兄弟，我特别的喜欢你，你给我的专辑我都有放在家里，放在车上听。给我讲一句话，哥，有品味，有宗教。哎，这个歌，这个太帅了，这个成为一个梗之后，你是你自己想到的吗？我没想到，但那歌写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帅。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，我的父亲、我的母亲、我的爷爷用其一生没有改变的东西，在我这儿我改变了，这是我要发生的东西。你弟弟。啊，你反问吧。好，我想一个。不 real， 我就不回答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要是别为难自己。你喜欢巅峰对决还是喜欢说唱选秀？我喜欢说唱，认真的。虽然都不是我做啊，现在先把关系撇一撇。这个。其实对我来说，一个是打开认知，一个是在原有的认知里做加强。做选秀的导演看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在翻牌呀、啊？我们都知道那哪好的选手来，但你觉得就翻牌那个太贵了，还要搭遇到的牌。第一年嘻哈做完，其实整个团队就特别有压力，因为不知道要去哪儿找。我听到了乌云中，很好看，不错，见这个人。你送了他那吉他是吧？2018年，我说你来与不来，这是我对你的尊重。我觉得你牛逼，啊、真的牛逼，那技术没得说的。包括今年的表现，我唱服了，真唱服了。哎，这好，我只拿一个做例子，就是这是做选秀开心的歌。我这个减肥日记系列呢，下面就一直有人说，为什么周岩不去？就是他俩去，关系不好。你看关系真的还行，那关系太不好，太不好。来吧，哥，行了行了，不拍了啊，就这样，下期再见吧 ，peace out。嘿嘿嘿嘿。